盘点火影决斗场六道忍者 Number three 少年自来也，一个挂着 C 级头衔却拥有着 S 级强度的忍者，就说压场这一块小自来也没服过谁，而且能滑闪超强起手，这一技能蛤蟆他既有超强的压场，他还有抓取。那么今天咱来首恶心的带个咸舒服，来一波老六打法啊！就这局你能进我胜一次我都算你赢的。空降哦那个行吗斯开局咱们先往后走，放个蛤蟆压场。哎，我说的是你进不了我胜，但是我进你胜那不算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跟他硬刚了，点一手咸舒服，我拉开距离拉扯一波，那你敢过来那你就得吃蛤蟆。你可能觉得这个时候我要滑闪接他了，但是我骗个替身，哎，没骗出来没关系。你以为我要跑吗？我看到他的位置，我上来就是一个滑闪。哎，咱们永远是赚的，他还是进不了我身。那你过不来，我继续拉扯。哎，你以为我上蛤蟆吗？我不上，我让蛤蟆自己跳，对吧？再一不再二，这回给我替身啊！对，非常的听话。哎，你以为我又要跑吗？哎，我不，我趁他不注意，我突然回头又是一个滑闪。哎，这个试图玩得很好，下次不许玩了。啊，结束了，变个蛤蟆直接开大，再见，来不及，我走。